奇出席法国戛纳电影节，这个发型美得让人心醉，太有女人味了。舒淇出席法国戛纳电影节，这个发型美得让人心醉，太有女人味了。女星舒淇近日出席法国戛纳电影节，当天的舒淇再次美出了新高度。当天舒淇一头亚麻色的卷发，女人味十足吗？搭配高级脸也是让很多在场的女星都统统成了陪衬，婚后的舒淇看起来比之前更加漂亮了呢。当天舒淇穿着一件黑色碎花的露肩短裙，一头长发随意的披萨着，黑色的裙子袖子设计得很是新颖，这宽大的泡泡袖完美的遮盖住胳膊的线条，中间黑色的腰带也是衬托出她的蛇腰。雪白的肌肤也是给她增分不少，脸上的笑容也很是甜美呢。黑色的短裙露出漂亮的大长腿也是相当诱人了，当天这女人味十足的发型也是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。本来舒淇就是标准的方脸，但这个发型却完美的掩盖了这一点，这样的发型也是更加突出了舒淇的五官，这样的她也成了当天的焦点。你们喜欢这样的舒淇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